接电时光。OK， 来了来了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阿杰摩尼市民。那因为我们买了那个新资料片嘛，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，就在这边，这个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已拥有的事业，这边可以选择你要买一间商店或是买一间餐厅。那当初呢，我们买那个来去上班的时候就有包含了这个零售商店。那后来我本来想说要独立开一个这个零售商店的连载，但后来想想算了，因为这样子太浪费集数了，不好用，所以后来想说就直接连载在里面了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想要来购买一间餐厅。那这个餐厅呢，我们可能会让 Happy 来买，我们看 Happy 来买，让他购买一间餐厅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那餐厅呢，我想过很多的地点，我最想要的就是直接盖在旁边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里能清扣，我那个贝洛奇，好不好？直接买。我们现在钱有16960块，所以是 OK 的哦。那我们直接把旁边弄下，因为其实 Happy 除了上太空好像就没干嘛了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开餐厅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餐厅呢要干嘛呢？就叫做外星人餐厅，好不好？很有酷吧，很酷炫。那我们现在目前把一些资金转过来了，我们资金的部分我们家庭有16900嘛，那我们大概转10000块的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直接确认转移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在餐厅，你看就在旁边而已，很棒吧？所以可以来这边吃东西，又可以自己顾家里，真的多好，对不对？很好地。那我们现在先把要盖这个东西呢，必须先把墙给围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墙给围起来。那墙通常也不能那么大，不能那么大。我们先大概大致上先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来这边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呢都还没生小孩，所以一切的事情都还未定。我们先大致上这样子铺下来，之后要改的话我们再来改，这样子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大哦。这个我们要细心的规划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点餐台什么等等的，慢慢都把它弄进来。那现在我们先回来，来了，外星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第一个动作，那妈妈来这边画个临摹画，大型的，然后待会就来趴这个，拍他，拍他喝咖啡，有没有？感觉这个外星餐厅喝咖啡也是很棒的。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准备拍照，准备拍照，准备拍照，在哪里？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可是看不到旁边呢。没关系，先拍个这样子，我们来拍照 ，Yes， take a picture， 耶、yeah, ，好不好？先让他这边画。我家很挤，我们之后会换比较大间的。我是有想说哈，我们虽然说我们目前餐厅是买在这里，然后其他的地区呢，其实我可以买起来的。然后买起来之后，我们把它扩大，几乎这一整区都是我们摩尼市民，都是我们的家。以后大姐的家庭就住这间。二姐家庭就住这间，三姐的家庭就住这间，是不是很棒？然后最后妈妈自己住这边，死掉的都来住这边哦，这样一整区、一整个街区5个家，弄起弯刀尾啊，哦，这样就不错了。哎呦哎呦，哇塞，活塞雷啊！我们加速，哎，画完了，哎，真的是太强了。这个我们让妈妈，我看一下，1000多块呢，把它收进来，我们让 Happy 收进来好了，放在他身上。放进随身清单中。啊，之后呢，我们慢慢把它用。我们来切一下这个外星人的这个切片，然后去上面用显微镜来看看，看看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值钱的东西，说不定这个外星人的标本会不一样。哦，每一株都切一个，每一株切一个。我们这边有生了几个嘛？这个到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个东西呢，哈，来移到我们餐厅外面。啊，我们开口可能就开在中间或是哪个边，然后放进去，哇！都有外星人风格的餐厅啊，我们大概等那个小孩都生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规划这一边了。哦，这边就放给他自动的去做这些事情，那钱的部分就慢慢来。那我们本来是打算说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啊，但是我最后想说，就是已经买餐厅了，就先用餐厅。你看后面还有新鲜的鱼货可以来钓，钓起来我们就直接来煮哦，这样子多棒！我们先加速一下，让他上来分析一下这种。哎，谢家宏，谢家宏打给哎，他打给 Davis 哎。我听说今天酒吧是鬼魂之夜，要去看吗？要去看吗？我觉得不要，婉拒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去呢会坏大事，我们可能结不了婚。我一定要先跟他结完婚，之后要怎么样的话再说。我又有咯，有咯，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长得不一样？多少钱？95块，好少，卖掉卖掉。分析这个都可以卖卖卖啊，卖也会增加一些我们的技能这样子啊，技能越高，我们可以看的呢东西就会越多越值钱。有了又一副。真的都烂烂的，没有很好哎。这个到时候酒吧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会移过来外星人这边。哦，有一些可以转移的东西，我们就移过来，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，我们就不用再额外花钱了。我现在怎么没有帮到你家？因为我们还没有
跟他同居，所以他还不能下来。所以我现在要等他的一些状态好一点呢，我就会再继续赶快让他下来。有了，他要打，他要打，在闪了，在闪了。倒数零分钟，第三期了，第三期了。嘉宏在睡觉，不行，哇塞，我都快生了，你还在睡觉。我的婴儿床在哪里啊？我记得我婴儿床是在这边啊，我去楼上看一下。我们的婴儿床是在上面嘛，一样放在这边，这样我们比较能够照顾到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建筑，回到我们的市民模式。你有没有发现进化版可以进化外星人呢？还有更多选择哎。哦，施肥，我们先施肥看看。要杂交嘛？不要，我们用纯的纯外星，不要跟我们地球上的结合，看看外星植物一直长起来会怎么样。这个好像比较不会哦，踩碎也是要踩的哈、哦，移植到另一株上，我们把它移植好了。那我们踩一个地方然后来插这个金鱼花草，看看外星的植物加上本地的植物长起来会怎么样。哦，然后盖在这个餐厅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了。哦，九级了，我们到九级了，十级就可以有那个牛奶树了。接了接了，会长，变了，超赞的结合植物，来吧，外星人，你要不要来啊 ？call 了你三次四次了，你还不来？马上过来了，那我们可以马上生了吗？还不行，大姐可以生一个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再生一个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人了呢，再生一个，我觉得我没办法有时间顾暇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外星人来了，亲吻双手。赶快继续跟他培养哦，他会帮我们清理耶。你看，他生病了，难怪我们那个 Davis 去医院的时候都会看到他。可是他现在生病，我们现在怀孕，这样子好吗？哇、糟糕，我们会感冒啊！糟糕了，他生病，我还亲他，惨了！再来。Jabra， OK， 我不是要拍宝路哥，宝路哥这个 pose 帅哦。可惜我们是要拍，这个有点生病。生病拍到头，这样人家会害怕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先拍再说。来咯，妈妈很忙，妈妈真是全能的。妈妈除了画画呢，什么都要用。啊呵，宝路要成为老年人了，这么快啊？怎么会这么快啊？好快哦，这次时间过好快哦，令我有点太失措了，怎么会这么快啊？他也老了果然真的是一起老的这样子，应该是紫色的宝宝，不知道啊，快要生了，真的。又有人打电话来了，怎么这么多人打？想过来聚聚可以，好过来吧，多一个人来也不错了。为了这一个外星宝宝，我们可是花了很多时间了。来了哦，来了一个靓妹，靓妹耶，成为艾尔的艺术家 ，Winter 现在艾尔的艺术家。他走了，不。留住他，分享照片，不要走，不，来不及了。哦，这一个真的是很漂亮，然后身材又好啊，不过是有点，你干嘛啊？这我家把我家弄脏了。快了，三个小时，我们就要生出我们的外星 baby 啦。博士要去工作，让他去吧。让他自己去，我们没办法去管他了。我们现在只要 focus 在他身上就好了。51分钟，开始倒数了。40、39、38、37、36、35、33、33，即将不到半小时了。要生小孩，停！这么快就生了？要生了 ！Holy！Oh my god！ 生了！一个是查某的。天哪！好啦，真的叫白皮了啦，好不好？哦哟，受不了哎！黑白皮啦，行不行？黑白皮，气死我啊！气死我！又是女的啊？怎么生都是女的？来了！真的是紫色的，紫色的宝宝！哇，发紫了，这个感觉！哇塞！赶快叫妈妈来啦！算了，我们这个下次再生好了，下次再画好了。真的很有外星的感觉，长大会不会跟他一样？而且你看哦，他一出生，等下我现在先切回市民，他一出生呢，他一出生就穿着那个外星人的东西耶！好吧，你看我们的家庭，金能杀喜锅拉起七雷狼，七雷狼，好不好？但是有人长大。就会有人老，所以渐渐的呢，一代就会再生过一代，所以我们要慢慢的，下一集我们就要努力来规划我们的
外星人餐厅，好不好？等到这个餐厅呢慢慢的落居成了，我猜我们的爸爸妈妈应该差不多都要走了。那起码希望可以看到我们成功的一天啊、哦！那我们你看我们的外星植物越开越漂亮了，好不好？OK 啊，今天模拟视频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。今天要打这个存档名字就是歌喜杂波，好不好？存档耶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下集再见了，好，模拟视频。